两个坑坑洞洞了。上面而已啦，下面还好。下面還好。我跟他告了，我跟他告了。
哦，有那边雪况比较好，比较少人滑。可是你刚才滑那边有压过，这边没有压呢。哦，是哦，我刚才滑那边都松的，都松雪是不是？松雪很好啊，可是它有点湿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没错。我叫高人五元，拢飞啊，拢飞啊，拢飞啊。现在超多的，因为这的上网不抓，所以就很多人来这里当私教。嗯，谁又不抓？不抓个鸟啊，中啊！